这就是街舞第三季入围全国400强舞者公示。王志平，潜力 breaking 舞者，2018年炸舞阵线世界总决赛4强。孟非，国内顶尖 popping 舞者，曾获日本 Dance at Life 中国赛区冠军，为国际知名街舞赛事担任裁判。B-boy 李帅，中国 breaking 界的新星，2018美国 Freestyle Station 世界街舞大赛中国赛区冠军。林夕，中国知名 popping 舞者，舞甲天下街舞协会会长，2019年 Function World 3国际街舞大赛冠军。恭喜王志平、孟非、李帅、林夕入围，这就是街舞第三季全国400强舞者，更多大神明日来袭，敬请期待。第三季《这就是街舞》云海选正式启动，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上传视频，将有机会直通《这就是街舞》第三季街道海选，和你喜爱的明星队长面对面。